就画旁边了。哎、欸，这是真的两个颜色吗？哎、欸，你看我们这样子够合适的了。看他们别组的。我们两个人到那边，然后我跟你们常说，我拿两边比较多的，你怎么说他们比较多，你比较少？好了，杨旭，我跟你每组都是一样的打法，你跟我打过那种，你打过那种。我不是跟你说，至于我的感觉。这样讲老师会被黑。这样讲奇怪了，大家都。也有别色的，我忘了刚刚。